一下，这是鲨鱼在干嘛哦？大部分鲨鱼都躲到适应者区，对不对？适应者比较大，这是比较小，这只是女生。好，那你们有看到它的鳍是不是有伤口？那个是男生咬出来的。为什么男生会咬它呢？因为鲨鱼的繁殖行为就是这样子，他们没有求偶行为，他们就是男生会去咬女生。对，所以他们的身上的鳍通常会被咬到受伤。但正常的情况下，女生体型会比男生大，所以不会咬到受伤那么严重。可是我们的女生比男生小，再加上我们这个空间没有地方可以躲，所以它就会被三只还五只男生围吧，还真的会咬到受伤。啊，为什么会躲在这里？因为男生紧张。男生全部都在里面，那就是比较安全的。哦，这就是女生，哦，这就是护士鲨，她是女生，对，要躲一边。它是很温驯的鲨鱼种类哦，所以很多水族馆喜欢养它。哦，但是，我们饲养在喂食后，它会靠过来，工作人员会用手去戳它的脸，都没有问题，然后它不会咬，它很可爱。好，它嘴巴小小的，护士鲨比较温驯的鲨鱼，身上都是伤口，没有办法，它是叠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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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叠